泛民成日嗌晒救命，咁日日嗌住要民主，其实佢哋先至系最唔民主咯。几日前特首俾人问到点样处理啲议员拉布时，答咗句 vote them out 啫嘛。阿兴姐就即刻激气到扎扎跳，面容扭曲咁样闹闹闹啦。我真的很愤怒，你这样说要掟我出去，要掟我出去，要掟我出去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 Come on baby take it easy， 想高一层，你们做议员的一个月斗成100,000元人工，但是什么都反，一点建设性都没有，搞到好像低收入津贴的基层福利都被你们一拖再拖。喂，好多市民望到颈都长啊！既然你哋做唔到嘢，咁样市民唔选翻你哋都好民主啫，有咩问题先？如果有人同意你哋拉布，系都要投票俾你，咁都冇问题噶。选民按翻自己努唔努力你哋嘅表现而决定投票意向，好民主啊！莫非泛民议员你哋唔同意咩？讲翻转头，除咗拉布，你哋仲有咩咧？咪做 show 咯！咧，黄碧云粗鄙到死，叫 C Y 做689，长毛好冇品咁样，借齐恩闹 C Y。够啦够啦，选民唔系要啲金像奖演员做议员咯。至于你哋会唔会俾选民 vote out 啦？自己摄高枕头反省下，唔好净系识得怪人啦、啊。